我们带来精彩的暖场演出，掌声欢迎！哦，真的是非常优秀的空军健儿，不管是在空中、在地勤的维修工作，或者是各种军中的工作岗位之余呢，他们在音乐上的造诣，在音乐上的分享呢，也是非常非常热情的。欢迎现场的朋友往前就坐，一起来欣赏他们带来精彩的节目。我们也请现场的摄影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的媒体记者好朋友，可以先把您的相机、把您的摄影机先转一个方向，面对我们的舞台区，这里的表演非常的精彩。在国际地标这里的烟火演出呢，开场三分钟的烟火秀是在7:20正式开始，至于压轴的10分钟高空烟火呢，只是在今天晚会的最终场。所以请现场的媒体记者朋友以及我们摄影界的好朋友们，把您的相机摄影机先转向我们的舞台区，这里有精彩的表演。现在呢，在台上要为大家带来精彩开场的是我们空军虎团乐团，用他们的歌声，用他们的热情，希望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同欢，再次给他们掌声。各位台中的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担任这个开场的演出。那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们是来自空军的四号基地。那今天我们在表演的过程中，也准备了相当多的小礼品，那给大家待会做一下有奖征答的一些活动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空军虎团乐团，想要拿赠品的朋友掌声大声一点，想要拿赠品的朋友往前一点。后面的朋友大家好，接下来第一首歌，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有所印象，那等一下如果大家会唱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唱，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，跟我们一起在这美丽的夜晚，那可以一起共同的欢乐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，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害怕这世界太大，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太多难辨真伪，在你身边是谁？最渺小的我，有大大的梦，时间向前走，一定只有都没有尽头，纷纷扰扰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了解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。最渺小的我，有
被落空。来，第一个问题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有，来，第二张哦，来哦，一、二。